宝宝护理，止痒去痱治湿疹，有它就够了。夏天炎热，宝宝容易出现各种皮肤问题，长痱子了，给蚊虫咬了等等。家长可能不知道，宝宝很多皮肤瘙痒的问题，一瓶炉甘石洗剂就能搞定。炉甘石早在元代止痒功效就很出名，一直沿用至今。而且它成分简单，由炉甘石、氧化锌、甘油和蒸馏水配制而成，所以很安全。世界卫生组织也将炉甘石洗剂列入儿童基本用品清单，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物。特别提醒，有些炉甘石洗剂会添加薄荷脑，购买的时候要注意避开。如果已经买了含薄荷脑成分的炉甘石洗剂，注意不要给两岁以下的宝宝使用。宝宝长痱子，被蚊虫叮咬了，出大汗把皮肤淹了，荨麻疹，长水痘，都可以用炉甘石洗剂缓解不适。首先用清水冲洗宝宝被叮咬的地方，然后擦干。炉甘石是悬浊液，使用之前要摇一摇，用医用棉签沾取，涂抹被叮咬的地方。注意皮肤破溃或者皮疹出水，不要使用炉甘石洗剂，会有刺痛感，而且不利于皮肤表面收干。炉甘石洗剂不要叠涂，每次涂抹前先用温水将上次涂抹残留的痕迹洗掉，轻轻擦干后再进行第二次涂抹，保证洗剂直接和皮肤接触，才能发挥药物最大的效果哦。